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坐。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181页，倒数第四行，从念老的注解看起啊。何以念佛？何以有如是功德？这是提出一个疑问：念佛怎么可能有这样殊胜的功德？啊，有这么大的功德？下面呢是解答：因能念所念，皆是实相。如果跟实相相应，那么他的功德了就没有边际了。真正是其大无外，其小啊无内。念老举欧耶大师要解里面的话给我们做说明啊，为什么皆是实相？师尊在《阿弥陀经》里面为我们介绍阿弥陀佛名号的意思啊，他用两句话。阿弥陀佛是梵语，翻成中国意思是无量寿，也翻作无量光。寿代表时间，过去无始，未来无终。光代表智慧啊，光明遍照。所以说光则横遍十方啊，照耀着十方，通照到。那寿呢则数穷三极，过去现在未来，这称寿。横竖交彻，皆法界体。啊，大乘经上所说的法界，用现在的话说，就是无尽的时空，啊，时间和空间。举此体
做弥陀圣土。弥陀的身是无量光寿，弥陀所居住的处所极乐世界也是无量光寿。一切居此体做弥陀名号，那么弥陀名号呢，也就是无量光寿。是故弥陀名号即众生本觉离体，那换一句话说，用光寿作为弥陀的名号，所以弥陀名号就是众生真如自性啊，本觉离体就是真如自性。慧能大师在明心见性的时候，他向忍和尚提出的报告，何其自信，本自清净，何其自信，本不生灭。本不生灭是无量寿啊，本自具足，一样都不缺啊，光明德能相好，样样具足，这里头就有无量光啊，本无动摇是自性本定啊，末后说能生万法，万法是全宇宙，全宇宙从哪里来的？从无量光寿里面流出来的。这个我们要明白了，这是净土宗理论的依据啊，也就是《观无量寿经》所说的“是行是佛，是行作佛”啊。那么持名就是实觉合本，自信本觉。一念不觉，迷失了自性。啊，一念觉呢，本觉就现前。从一念觉，称它为实觉。啊，称一念不觉呢，叫无实无明啊，无实这个意思是说没有开始，有实就有宗，那就有事实真相，没有开始，所以也就无宗了。无实无宗说明它不是真的，它是假的啊！所以《金刚经》上说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，就是这个相啊，无实也无宗。
一念迷它就有，一念觉它就没有了。就像做梦一样啊，经典里面佛用做梦比喻最多啊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我们都有做梦的经验。做梦有没有开始？有没有终结？没有的。啊，梦境我们仔细想想，佛所说的味道，梦确实没有开始，也没有终了。啊，一念迷的时候，梦境现前，醒过来一念觉了。梦痕迹都找不到啊！佛告诉我们，六道轮回是一场梦，设法界也是一场梦，所以永嘉大师正道过上讲，梦里明明有六趣，觉后空空无大千。实相是真的，实相不是梦。实相是能现梦境的本体。啊，本觉理性。这是实相啊，那我们懂得实相离体，极乐世界正报弥陀跟往生的这些诸菩萨正报身相跟我们不一样，我们这个相是幻相，是能生万法的那个相，幻相，不是实相。啊，极乐世界的人，阿弥陀佛，一切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，他得的这个身体是实相，法性身。那我们这是法相，不是法性。啊，这个相，阿赖耶的相分，六道、十法界都没有离开阿赖耶。我们居住的世界也是阿赖耶的相分。阿赖耶的相分，我们今天称它为物质。阿赖耶的见分，我们称它为信息。阿赖耶的业相，我们称它为能量，这是科学的名词，就是阿赖耶的三细相。每一个往生极乐世界的人，莲花化身，阿弥陀佛来迎接，拿着莲花，往生的人放下这个身体不要了啊，坐上莲花，佛将这个花带到极乐世界啊，我们坐进去的时候花开的，坐在里面之后
花就合起来了。啊，佛把这个花带到极乐世界，放在七宝池里头。啊，它花开再开，它就见佛了。在花的里面时间长短不一定，有人时间长，有人时间很短。这些与我们念佛的功夫有关系，念佛的功夫好，花开得快，念佛功夫差一点，花开就慢几天。那花一开，这个身体就是法性身，极乐世界是法性土。法性跟法相有什么差别呢？啊，阿赖耶现在法相，法相有生有灭，是有为法，又有生有灭。法性身呢，不生不灭。啊，法性是常住真心。所以极乐世界的人无量寿啊，真正是无量寿，法性身啊。山河大地也是无量寿啊，树木花草常青啊，没有我们地球上的四季啊，春生秋夏长秋收冬藏，它有变化。极乐世界没有变化啊，极乐世界山河大地也没有变化啊。你看我们地球上动物有生老病死，叫无常啊。花草树木有生住异灭，春天生了，夏天长大了，秋天就枯了，啊，冬天就没有了。四季变化不同，啊，况无沧海桑田，都是无常的。沧海桑田是小变化，沉住坏空是大变化。连居住的地球太阳系都有沉住坏空，啊，这是相新鲜。为什么有这么多变化？是变有阿赖耶就产生变化啊。极乐世界跟我们这不一样，差别在哪里？那个地方的人没有阿赖耶，个个都是转八十乘四支。在什么时候转的呢？莲花里头转的。我们自己不知不觉，自然就转变了。这为什么？这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。啊，靠我们自己转，不知道要多长的时间呢，你才能转得过来呀。那所以阿弥陀佛对我们的恩德实在是太大了。啊，得到他的本愿威神加持，我们每个人在一生当中就成就了。不要等来生了，
这个法门很容易修成，但是很难相信，所以叫难信之法。啊，难信是谁说的呢？是十方诸佛说的。啊，诸佛为什么说这句话？应该是诸佛像释迦牟尼佛一样教化众生的时候，把极乐世界介绍给大家，大家不相信。啊，信的人有少，不信的人多。啊，于是乎这个法门就变成难信易修。啊，修行真的不难。真正相信有极乐世界，真正相信有阿弥陀佛，一丝毫都不怀疑。啊，这叫信愿。我真正相信，我发愿求生极乐世界，亲近阿弥陀佛，往生的条件就具足了。生到极乐世界的品位，你生到哪一个土？三杯九品，什么样的品位？全在念佛功夫的前身。什么叫功夫？无量寿经的经题后半段有五个字，那就是功夫，清净平等觉。清净是功夫浅的，平等是功夫深的，觉那是更深的。啊，觉是什么呢？觉是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华严经上称为化身大士。那我们凡夫往生，只要念到功夫成片。什么叫成片？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，心里头什么都没有，没有妄想，没有杂念，没有是非，没有人我。往生极乐世界的条件就取得了。那么念到功夫成片呢？也属于一心不乱，刚刚得到。啊，有一心不乱，谈不到深度，但是决定的深。啊，一念相应一念佛，念念相应念念佛。临命终时最后一念相应，心里有佛，口里有佛，就决定
得生。啊，生到极乐世界，这样的人通通生凡生同居土。极乐世界的同居土只有两道，释迦牟尼佛娑婆世界的同居土有六道，啊，有天，有修罗，有人，有畜生、恶鬼、地狱，六道。极乐世界没有，极乐世界的同居土只有两道，人道、天道。啊，这为什么？这是阿弥陀佛的本愿。啊，往后在经文里面我们会读到四十八愿，第一愿。啊，四十八愿从哪里来的？是参访设法一切诸佛如来的刹土，去人之长，舍人之短，最后总结成四十八愿。四十八愿怎么来？啊，法藏比丘如果到娑婆世界来参学、来考察，看到娑婆世界有六道轮回，啊，想一想六道里面三恶道不好，他不要；阿修罗也不好，也不要，只留下两道。第一愿就这么来的。不是他想象的，也不是他的老师世间自在王佛教他的，都不是。啊，是在十方世界去考察、去参学，啊，看到有所选择。啊，是极乐世界是这么来的。所以极乐世界造成之后，这个世界之美好超越十方一切诸佛刹土，我们明白了为什么能超越，取长舍短嘛，好的他都要，不好的全不要。那么持名念佛，啊，有信有愿，往生的条件取得了。啊，持名就是十九合本，句句佛号都是十九。为什么？每一个念头都是第一念，没有第二念。前念灭了，后念生了，前念不是后念。有相似，绝对不相同。
这个现象就在眼前，我们不认识。啊，但是我们举个比喻，诸位就能知道。昨天不是今天，昨天的我，昨天的你，昨天的他，也不是今天的我，今天的你，今天的他，都不是。这个要懂得。啊，怎么都是昨天找不回来了。啊，昨天是昨天的，今天是今天的。啊，这个大家容易懂。然后我再告诉你真相。真相是什么？念头。前一个念头跟后一个念头不是一个念头。所以佛说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如果前念跟后念是一念，那就无量寿了，那就没有生灭了。这要到什么地方看到？到极乐世界看到。极乐世界人没有念头，啊，它是自性流出来的，没有念头。我们是自性流出来的，通过阿赖耶，念头是阿赖耶边上的事情，啊，自性没念头，所有念头现象都属于阿赖耶，阿赖耶是生灭相，啊，这个念头的频率要知道，啊，学佛的同学无论在家出家，心经都会念，心经一开端，观自在菩萨，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。这一句什么意思？五蕴是什么？无蕴是十法界，一真庄严，是六道，一报真报。金刚经上给我们讲，一合相，一是个基本的物质，完全相同的，就是无蕴。啊，十法界一真庄严，是无蕴组合的。啊，基本的物质条件就是无蕴，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。色是物质现象。受想行识是心理现象，五蕴不能分开，它是一体，分不开的，分开来了就没有了，啊，物质现象就不存在了。这一个物理现象是最近近代的，啊，也不过是最近二十几年，量子力学家发现的。啊，跟大乘经上讲的五蕴完全相同。啊，也就是佛经上讲的五蕴，被量子力学家看到了。啊，
这一个一合相那个一，这一个相多大呢？佛经上称它作极微之微，小到不能再小了，再小就没有了。它是物质的一个原点啊，也称为极微识，这都是佛说的。现代量子力学家叫它做微中子啊，体积多大？科学家告诉我们，100亿个微中子，不是100个，100亿个微中子聚集在一起，它的体积等于一个电子。啊，电子我们也没有概念，它太小了，是吧？原子里头的，啊，原子是原子核、中子、电子组合出来的，啊，很小的物质，肉眼看不见。啊，那你就想一想，这个微中子是电子的100亿分之一，把电子分作100亿分当中的一个，那就是微中子。啊，最小的单位，整个宇宙，一切万物都是这个东西组成的，所以叫一合相。啊，《金刚经》上告诉我们，佛说一合相，即非一合相，是名一合相。这个说法呢，就把这个事实真相讲明白了。啊，我们都会听，你才听得懂他的意思，你不会听的，你听不懂他的意思。啊，佛说一合相，讲整个宇宙现象，即非一合相，一合相是假的，那么他所组合的一切相怎么可能是真的？所以即非啊，凡夫不了解事实真相啊，看到这个现象以为是真的，叫是名一合相。佛说话有技巧啊，在善巧方便的，说不出的他也能把它说出来，会听的人能体会到意思。啊，所以相即非相啊，非相即相。要把它认清楚啊！认清楚的人就是佛菩萨，迷而不觉就叫凡夫。凡夫跟佛没有差别，只有觉迷不一样。迷了叫凡夫，觉悟了叫佛菩萨。那么持名就是实觉合本，如果你要知道这个事实真相，我们相信啊，你这句佛号
一分一秒都不会让他空过。为什么？十觉后本叫是什么意思啊？十觉后本是大彻大悟、明心见性的。我们想不想？想啊！啊，怎么样才能够是十本合一呢？念念不间断。念久了，不知不觉，它就相应了。久就有功啊，有功夫啊。啊，断断续续的没有功夫啊，你感觉不到啊。如果念念不住，就是不停止，一个念头接着一个念头，功夫就成就了。啊，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需要多长时间？我们在往生传，在净土圣贤录里头得到一个结论，大概是三年。有人三年不到，有人三年多一点，他预知时知往生了。怎么会预知时知的？他见到佛了，佛告诉他。所以才晓得哪一天走，哪一天佛来接引他。是佛的恩德，佛给我们开这个法门。每一个念佛的人往生，阿弥陀佛一定来迎接他。如果佛不来，你不知道极乐世界在哪里，你找不到。所以佛一定来接引，这是他的本愿，他绝对不会食言。我们对佛诚信，佛对我们也诚信。啊，所以大势至菩萨在《楞严经》上讲的这句话，一佛念佛，现前当来必定见佛，这个话不是随便说的。啊，里面说出两种见佛，一种是现前，一种是当来。当来是你往生到极乐世界花开见佛，现前是佛来迎接你往生，但是迎接你往生一定先见佛，佛会告诉你哪一天，所以你预知时知。啊，告诉你哪一天，这是有必要的。啊，有什么必要？你决定没有怀疑了。佛这话题你想到，我什么时候来走？佛什么时候来？他真来吗？还问题可多了。如果要怀疑他真会来吗？大概他就不来了。极乐世界就求成了。啊，不能有丝毫怀疑。那见了佛之后，这个疑问绝对没有了，知道什么时候走。那有些人很高明，不告诉人，
为什么？怕障碍。别人知道你，再住两年吧，别说那么早嘛，他来扰乱你。啊，所以日知时知通常是不会告诉人的。啊，我们看到《隐尘回忆录》谭虚法师的自传里面讲到哈尔滨极乐寺修无法师，大概是哈尔滨极乐寺往生的第一个人。因为老和尚这个寺庙盖好了，请他的老师地仙老法师在那里传一次戒，希望道场可以兴旺起来。那戒期是53天，修无已经出家了，在戒期里头他来做义工，来讨一个单做义工，定西法师问他，你能做什么？他说我愿意照顾病人。53天的戒期，伤风感冒是很平常的，这些人需要人照顾，就分配给他，让他照顾。好像他住了还没多久，就来给谭老，那个时候是住持，定西是当家师，给他们两人告假。谭老很有修养。来者不拒，去者不留。定西就没有这个能耐了，责备他。戒期只有53天。你既然发心了，怎么没有几天你就要走？他告诉定西法师，我不是到别的地方去，我要往生了。两个老人听说他往生，这是大事情，这个不能不准的。问他几时走？不出10天。请当家师给他准备200斤柴火，准备火化。这些大家心里就有准备了。第二天他又来了，跟老和尚定下了告假，我今天就走，赶快给他驾轻，给他办后事。不见佛怎么会知道？见佛才知道。所以他是在戒期里面往生的，影响很大，表法的意思，让这些受戒的戒子们看看，念佛人日知时知没有变，说走就走了，这真的不是假的，大家都看到了。
啊，地仙老和尚来了。啊，那都往生之后才到的。对他非常赞叹。啊，修无法师不日之子，没出家之前是泥水匠，做泥水匠的，以后出家，在寺院里面专门做别人不愿意干的事情，他来做，修苦行。啊，做事情认真负责，做得很好，对人和睦。啊，也是什么都不会，只念一句佛号。这一句佛号有这么大的好处，啊，这一句佛号决定不是假的，我们看到这些人修无法师距离我们不远了，民国初年地老法师那个锅炉匠的徒弟，也是在这个年代。啊，距离我们最近的是深圳黄忠昌居士，30几岁。啊，他寿命不要了，念佛求往生。在深圳闭关，向小利居士护持，闭关期限3年，2年10个月，还差2个月就满3年，他就往生了。啊，欲知时知，啊，他是做实验的。听说古人念佛3年可以往生，他试试看，真的不是假的。啊，他寿命不要了，到极乐世界去了。啊，这个人是听我讲经的，发心试一试，果然成功了，不假。所以每一念这一句佛号跟本觉都相应，本觉不生不灭，啊，实觉，所以念念都是实觉。念佛这个心跟自己的心性相应，那就是不怀疑、不夹杂、不间断，就念念相应。所以十本不二，生佛不二，故一念相应一念佛，念念相应，念念佛。念佛的功德不可思议，由上可见，弥陀名号就是法界体，法界的全体。啊，法界的离体就是弥陀名号啊。
故名号功德，不可思议。法界体不可思议，所以念佛功德不可思议。又名号，就是众生本觉的理性，就是众生的真如本性。起心念佛是为始觉，那所念的佛呢，正是我的本觉。故云，这所以说持名就是始觉合本，合本就是相应。是故念念相应，念念皆佛，是贤持名功德不可思议。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在佛门感应，没有比念佛更殊胜，没有比念佛更快速。现在我听说有许多地方有不少很多念佛的方法出来了。都宣扬他的方法是第一，他的方法是最殊胜。是真的吗？所以很多人呢盲从，就相信了，把原来学习的放弃了，用他的方法。让我们想到世尊的慈悲，世尊在入灭之前，阿难尊者向世尊请教，世尊在世，我们是以你为老师，你老人家圆寂之后，我们以谁为师？这个话问得好啊。佛教阿难是一法，第一个一法不一人，法是佛所说的经典，真的经典，不是伪造的。现在这个时间，仿冒假造的东西太多了，念佛经也有假的。假的不能依靠，所以下莲居老居士汇集本出现了，有许许多多人反对。这不是从梵文翻译过来的，
不可靠。啊，幸亏在当时得到通宗通教显密圆融的大德慧明老和尚给他做证明。啊，慧明老和尚也是下莲居老居士的皈依师。啊，老和尚是下莲居的师父。那么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都引起怀疑。啊，黄念老非常有智慧。这个注解并不是他做的，是他收集整理出来的一份资料，用经来注解经，这个大家没话说了。啊，总共他后头有这个书名都列出来了，83种经论。110种祖师的著述，啊，他每一段话前面都把它标出来，这从哪里来的？啊，我们看看这一段《弥陀经要解》里抄的记录。啊，下面也用的日本新教大师都有出处，说明不是自己的，自己的东西大家不敢相信，经论上说的，祖师大德讲的，这个大家没话说。我们依照这个本子修行，这个本子不是我自己选择的，我那个时候年岁很轻，出家不久，没有能力辨别。啊，这个经本是我的老师李炳南老居士传给我的。啊，他传给我的本子是他自己曾经在台中法华寺讲过一遍，他的注解就写在经本空白的地方，叫眉注。啊，我能看得懂他写的这些资料。啊，我非常欢喜。我听他讲过一部《无量寿经》，康僧开的本子。啊，这个本子他都讲过。讲这个本子，我跟他不认识。啊，他在台中弘法讲经10年了，我才认识他。啊，他60岁到台湾创造台中莲社，70岁莲社10周年纪念，我参加这个纪念活动认识他。
这个本子，我就很想学着讲经。用这个本子，老师告诉我，现在语言没成熟，要我把本子收起来，将来语言成熟了，才可以讲。我不知道他老人家意思，到以后引起这么多人反对，我才知道，在这个时候，如果当年年轻的时候你就反对呀，那我这个缘就断掉了，再也不敢学这个本子，一直到老师往生了，我手上这个本子，李老师没著的本子，没有人见过。所以那个时候我在美国，我发心把下联居老居士的汇集本，李老师没著的印一万本，将这个功德回向给老师，增高品位。当时的同学看到这个本子非常欢喜，要我讲。我第一遍讲在温国华，第二遍讲在三藩市。先后讲过十遍。85岁，4年前，清明节，我把《华严经》停下来了，感到什么？太长了，自己85岁了，怕来不及了，自己生死事大，所以放下万缘。法上饮食，何况非法？专讲《无量寿经》，讲什么本子呢？讲黄念祖老居士注解的本子。我来提倡，我来带头。希望净宗同学，一部经就是大乘无量寿经典汇集本，下联居老居士的，一部注解，黄念祖老居士的，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佛号，其他的全完了。包括很多国外的国际上的活动我也不参加了。念佛求往生要紧，不要搞了一辈子，到最后还搞六道轮回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那么这是第四次我们在一起分享，用念老的注解，这第四次我发愿，活一年讲一遍，活多少年讲多少遍，等阿弥陀佛来接我。通通放下了，希望佛早一天来救。现在这个经本
到国家宗教局的认可。我看到国家宗教局印了一本净土经，里面无量寿经的本子就是下联句汇集分，我看到非常欢喜啊，这是国家了，认可了。那这十几年来，我们就是一部经一部注解一句佛号啊。那么在去年年初，我们也没想到南阳来佛寺112岁的海贤老和尚为我们表法，也就是为我们作证，证明这部经这部注解我们这些年来学习没有错啊。我非常感谢这个老人啊，他的徒弟到这来看我，把他的光碟资料送给我，我才知道我佩服的五体投地。老和尚不认识字，没有念过书，家境不好啊，从小就是艰难困苦当中长大，20岁出家啊，出家他的剃度师父什么也没教他，就教他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，教他这句佛号，嘱咐他一直念下去，他就念了一辈子啊。他的成就6个字：老实、听话、正干啊。一生的行医非常令人敬佩这句佛号他念了92年了啊。什么样的成就？我看他的光碟我认为他很早就念到礼业心不乱啊，顶多3年，前3年，20岁到23岁，功夫成片啊，再3年，事一心不乱；再3年，理一心不乱。理一心不乱，就是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啊，有人问他，他告诉我什么都晓得，就是不熟。什么都晓得，这就是见性，不是明心见性，不可能。啊，当地的人都管老和尚啊。叫他最有神通，真有神通，不是假的。啊，为什么不往生呢？所以我不相信老和尚有这么长的寿命，他应该早就往生了。20，阿弥陀佛给予他的任务
叫他表法，但他自己说出来的。别人问他，你见过老佛爷？老佛爷就是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跟你说些什么？我求往生啊，求阿弥陀佛带我去啊。这老佛爷不带我，要我表法。那么我们就晓得，从这个话里头，话里头有话了。他那么长的寿命是阿弥陀佛加持他的。他自己没那么长，加持他。为什么要加持？为表法，给现代念佛同修做证明，加强我们念佛的信心、愿心、一向专念、死心塌地。啊，为谁表法我不知道。传到我这儿来了，我给他顶礼，为我表法。啊，为什么呢？我还有一点疑惑，断掉了。啊，我不认为他是为别人表法，他是为我表法。啊，那要为大众呢，那就是证明，这个表法证明，下莲居老居士的会集本是真经，不是假的。虽然是会集的，字字句句都是佛说的，啊，都是原译本里面的经文，没有敢改动一个字。这真的啊，证明黄念祖老居士的集注是正确的啊，证明我们十几年依照这个经修行没有走错路啊，是真的。啊，那么他是在去年往生的。2013年的1月。啊，今年2014年，一年前。啊，我是到最近才看到这个光碟，才看到他的资料，才知道。啊，对我是很大的安慰。啊，不再有怀疑了，信心十足。啊，念念相应，念念即福，事先持名功德不可思议。又据密典啊，密宗的经典六字洪名当中的阿字，阿弥陀佛功德已是无量啊，这一个阿字功德就无量无边了，何况全名啊，日本新教大师说，这是东密啊，东密是日本的密宗。一个祖师，自阿字出一切陀罗尼，自一切陀罗尼生一切佛。啊，这是密宗里头说的。啊，阿是原因。啊，我们今天叫拼音字母叫母音，母音第一个。啊，这个世界上梵文也是拼音文字，只有中国
是表意的文，表意的文字，不是拼音。啊，世界上只有这一家，没有分店。啊，全世界的文字统统拼音文字。阿是元音。啊，阿字出一切陀罗尼。陀罗尼是梵语。翻译成中国意思叫总持。总一切法，持一切义。啊，一切陀罗尼呢，生一切佛。啊，佛是人修成的。以什么修成？以陀罗尼。诸佛菩萨，菩萨是化身菩萨，他们对于九法界众生的教诲，这些言语文字呢，都叫陀罗尼。所以修行得定开会正果成佛，这个时间长短没有一定，因为每个人的善根福德因缘不同，但是佛法里头净土宗是个非常特殊的法门，超出大乘小乘宗门教下，显教密教，他统统超出了。啊，这一句名号功德无量无边。啊，他又说：“阿字真言。”设方佛性，诸佛法身，同所加持。啊，这个真言，设方诸佛之性，一切诸佛的法身都加持。这什么意思？菩萨修行到等觉，破最后一品生相无明的习气，向上提升是妙觉。妙觉到哪里去了？妙觉到常寂光去了，就是等觉菩萨证得妙觉。这个时候十报庄严图没有了，这给我们说明十报庄严图是自信本具的。啊，能大师说何其自信本自具足，十报图本自具足的。啊，这个时候一提升
回归自性，自性是常寂光，常寂光里面没有物质现象，没有精神现象，啊，就是没有起心，没有动念，没有分别之处，什么都没有，也没有自然现象。啊，我们做个比喻，我们这个房间有十几盏灯，啊，灯一打开就入常寂光了。入常寂光之后是什么样子？光跟光融在一起，分不开了，这就叫诸佛法身同所加持。啊，只要一入常寂光，所有一切诸佛的光跟你合在一起。啊，所以华严经上说，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，法身是什么？法身就是常寂光，常寂光就是法身。啊，常寂光里的没有相，叫它做空，真空，叫真空不空。为什么？它能现象，临明到极处啊！一切众生有求于佛，他就现身。啊，他能现身，所以不能说他空，不能说他无。啊，虽然现身，身是假象，事情办完了，他就回去了，身就不见了。所以相是幻相，啊，叫妙相，妙有。空叫真空，真空跟妙有是一不是二，都不能执着。啊，真空不能执着，不能想象；妙有也不能执着，因为妙有就是真空，跟真空实实在在讲不二，就是影现不同，影就是空。现就是有，只有影现，没有生灭。啊，所以就是不生不灭。如果真的没有生灭，说不生不灭，这个话不叫废话吗？毫无意义。有生有灭，现就是生，影就是灭。啊，但是你一定要知道事实真相，影现是一不是二，啊，它里头没有生灭的现象，就妙极了。啊，就诸佛法身同所加持。啊，又毗卢遮那，毗卢遮那呢是法身的名号。啊，毗卢遮那佛以此阿字名为密藏。毗卢遮那是法身。啊，法身以这个阿字做密藏。又三身为说阿字一法，注经广赞此法功德，文明促耳，重罪宾效，畅身见字，万德云集，前观淡信，只有净土，身修圆智，现证佛道。阿字功德如是，故佛号之功德可知矣。这一段说得好啊，啊，这是密宗里头说的，都是日本新教大师讲的。
日本这些大师都是隋唐时代，隋唐的时代在中国留学。啊，这些人回国之后在日本各个宗派就建立起来。啊，我们到日本去看，他很难得。他把他们第一代祖师都是老师，日本净土宗第一代老师是善导啊，他们继承的是第二代啊，善导是第一代，学天台的智者大师是第一代啊，都把他在中国的老师作为第一代啊，这是尊师重道啊！啊，他们不称始祖啊，啊，始祖在中国，念念不忘本啊，这是值得我们重视，值得我们尊敬的。那么三身。法身、报身、应身啊，三身呢，为说阿兹一法，华严字母，第一个字就是阿兹，一切字母都从这一个字延伸出来的啊，它是字母的根，是字母的源头。那么注经广赞啊，佛说的一切经，一切言说，阿兹是第一个原因。所以初文明看到这个字，听到这个声音，初耳是听到声音，重罪冰消啊。那么我们今天看到这个字，听到这个声音，罪也没消掉啊，为什么古人说文明出耳，他罪业就消掉了？用心不同啊！古人用真诚心，用清净平等心。用恭敬心，这个心在现在社会上看不到了。啊，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自己还不错，跟现代人比不错，很难的。为什么现在人没有？我们有一点点就很难得，跟古人比了那是糟了，我们全被淘汰掉了。啊，如果我要是生在比我早20年，不要读，比我早20年，我就被淘汰掉了。啊，为什么呢？有没有真诚勤俭恭敬啊？有，但是怎么样？不及格了。我跟大家讲实话了，我不骗人的。我们用古人的标准，
这三个心能打几分？顶多30分，30分不及格。古人这个心至少60-70分呢，这才算是标准，算及格。30分被淘汰掉了。那么我们生在这个时代，20年之后，这个时代跟现代人在一起，老师就选了我了。为什么呢？我还有30分。现在学校的学生呢，不是现在，60年前。我学佛60年前，60年前学校的学生跟我比，我的真诚亲近恭敬有30分，他们呢大概只有3分，那我就被选上了。那个3分呢，5分呢，老师淘汰了，不教了，没法子教了。现在完全没有了，就过了60年了。现在学生对老师没有恭敬心。外国上课课堂里，学生把2只脚车放在桌子上，躺在那里。不听呢。大概小学、中学还好一点，为什么？他要考学校。到大学了，就不学了，等着拿文凭。所以老师、学生有默契，学生不愿意学，老师就不教了。上课怎么样？上课聊天，不认真学习。考试，大概老师把考试的内容都要告诉学生，让学生分数都很好，皆大欢喜。学生是来拿文凭的，老师呢是要钟点费吃饭的。他要不教书的话，他生活不能维持。用中国话，他拿这份工资回家过日子，不能不到学校上课，上课又不能讲真东西，没人听，你说多难过。老师以前跟我讲，我不知道学校状况。以后我要在学校教了4年，我完全了解。了解之后呢，不能教了，我也不靠那个吃饭。那个时间要浪费，糟蹋掉了，不如我读经，不如我念佛。所以今天世界动乱，地球灾变这么多，什么原因？伦理、道德、因果、圣贤教育没有了，这才有这么多事情发生呢。现在乱到基础了，很多人警觉心起来了。
啊，再要不回头，这个世界会毁灭。怎么办？英国汤恩米博士开了一副药方，啊，虽然开出来了，没人相信，我看到了，他说要解决21世纪这个世界上的问题，只有中国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。孔孟学说在中国，大乘佛法也在中国。啊，这个话应该是70年代说的。啊，那个时候他访问日本，汤恩比曾经3次到过日本。他在日本跟池田大作的谈话，这份资料印出来了，我看过，我看到这一段，我非常佩服他。他说的一点都没错。啊，我们在这些年，2003年，10年前，啊，今年14年。我在澳洲，我是2000年移民到澳洲去的。啊，2003年我代表澳洲大学参加联合国的和平会议，啊，算是开了眼界。以前没见过，没听说过。啊，这是学校来找我，因为我们学传统文化，学大乘佛法。啊，在澳洲政府希望我帮助他们团结宗教，化解族群的冲突。族群最重要是土著，土著对他们的怨恨太深了。啊，政府对他们照顾太少。啊，澳洲政府把这2桩事情都交给大学去办，这很有智慧。啊，大学出面来做团结宗教、团结族群，它是中立的，不会偏于哪一方。啊，所以我也就参与了。我这参与跟大学常常往来。跟校长常常见面，啊，常常讨论这些问题。啊，校长很有智慧，我说的这些东西他听得懂，他感觉到我给他谈这个东西可以帮助这个社会化解冲突，帮助这个世界走向和平。啊，所以就正式邀请我，啊，代表他们学校
那身份呢？我们出家人身份。啊，他尊送我博士学位，聘请我做学校教授，是以教学校教授博士的身份去参加联合国的活动。啊，他原来送我的时候跟我谈商量，我都没接受，最后说你一定要接受。啊，你的想法说法了觉得很管用。啊，他也要代表学校到联合国参加和平会议，那我就接受了。因为联合国他不要出家人。啊，这个宗教人士他们不欢迎。啊，他要学者，要专家。啊，政府高级官员。我是这么个因缘。啊，大概参加了十年吧。啊，十年我明了了。啊，去年我还参加了几次，好像三次。啊，今年活动我不参加了，年岁太大了，啊，不想走动了。啊，汤恩比说的话对。啊，西方人听到半信半疑。我做过访问，我两次访问伦敦，啊，特别去看欧洲的汉学，啊，剑桥大学、伦敦大学跟牛津大学这些学校。都有汉学习，啊，学生普通话说得很好，说的是北京话，大概老师是北京人，啊，能够读中国古文，啊，研究佛学的，研究华严，能够看清凉大师的注解。我很佩服啊！我问他学多少年，三年。可见的文言文不难。外国人学三年，中国人学，我想两年就够了。啊，外国人能学得好，中国人怎么能学不好？哪有这个道理？关键呢，在信心。信心比什么重要？我们今天是在讲我们的问题，就是对中国传统、对老祖宗失去了信心。五四运动、文化大革命对我们伤害太大了，把民族自信心破坏掉，现在必须重新建立信心。啊，我们看到习主席最近在欧洲的访问，啊，这些资料有热心的同学下载下来给我看，我看到非常欢喜。几乎他每一场的讲演都提到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。啊，还有几次提到佛教。啊，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包括佛教，佛教是外来的，
到中国了之后，已经变成中国的佛教了，跟中国的儒道啊合而为一了。啊，今天讲中国传统文化，不能够不提佛教。儒释道鼎足三礼，缺一个都不可以。啊，主席在大力推动啊，这真正能救中国，真正能救全世界。啊，我们这两三年来推动弟子规的，啊，不是弟子规，群书之要的学习。啊，去年我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个活动，我第二次到巴黎访问。啊，顺便也去访问巴黎汉学研究院。啊，跟他们的领导教授举行一个座谈会，三个多小时。啊，才了解欧洲汉学。最早的就巴黎这个所，这个研究院，他们是前清时候建立的，100多年，啊，他们比英国要早30-40年，啊，所以真正汉学中心在巴黎，我们见面呢非常欢喜。中国国家领导人能认识到这一点，这是人类的福气啊。全世界人有救了啊！周边的这些国家，马来西亚在学习，印度尼西亚今年7月要把《弟子规》在全国中小学推动，作为学生必修的课程。啊，一个国家教育部正式这样做法，全世界印尼是头一个。啊，印尼的回教大学要成立汉学院，要建立四库图书馆。啊，这个信息我们听到了，非常欢喜。我们再把下面这几句念下去，畅声见字，这就是华严字母啊，畅声见字，万德云集，前观但信，这是前的人，只有净土，身修圆智，先证佛道。啊，前观只要相信，你就能往生极乐世界。啊，身修圆满智慧，这一生就能成佛。阿兹功德如是，故佛号之功德可知。那更不必说了，一个字有这么大的功德，何况一句佛号？阿弥陀佛。功德确确实实不可思议
啊，不但我们不可思议，连化身菩萨都不可思议，啊，何况我们凡夫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休息到这里。